我知影你的计划是要对付杜光良，所以恁阿爸婆的计是，我会当配合。啊，不过，敢真正袂当让阮爸阿哥自动知影？那真正是安尼，伊一定会真伤心，才来讲。尤其是阮爸，若是亲像拄则安尼，伊去找杜光良，变来是要安怎？哎。 开封，你较冷静的啦。我的想办法保护廖董，苗阿姨，还阁是唐安全。看这红点一直拢无叮当，刚开始杜光亮已经发现，迄个油画罐的内底有追踪器。就算讲杜光亮敢若敢巧，应该袂想遮尔济啦。叫他子申，你敢有探听到杜光亮拍算要安怎对付丹青？进前不是讲？ 要等恁结婚了后，伊要甲丹青除掉，互你一个人会当继承财产。你也是毋肯甲我讲，阿哥放心，我一定保护丹青的安全。计妈即马已经知影子申的形势啊，而且子申伫大家面头前，佮一定要徛伫杜光亮迄边，嘛是绝对无法度接受即件代志，所以可能真紧妈就会找你，你一定有心理准备。 我知啊，我也想办法。妈，我回来。妈，你莫叫一个面相给我看啦，人我出差回来就忝的呢，笑一个啦。啊，那子申的代志你敢知影？ 什么代志？凯宏失踪去啊！你敢知影？凯宏失踪去啊！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哪会安尼啊？昨午我甲你乾坤阿伯去找杜光亮，迄问凯宏的下落，结果迄子申竟然伫遐遐。更加离谱的是，迄杜光亮竟然是子申的亲生爸爸。这件代志你敢知影？我知影。啥？ 你知影？我要嫁的人是子孙，也不是因爸爸。伊的亲生爸爸到底是谁？跟我这么重要？杜光亮哦，我也是歹鬼娶头呢，才短短的时间，都把子孙拢娶歹去啊！即马子孙规个人拢走进去啊！你敢知？好好一个人，哪有可能跟我歹就歹？啊，我拢亲目睭看着啊！你搁在替伊讲话啊？喂，你赶紧甲伊取消婚礼，紧甲伊找找，安尼较要紧啊！ 电话咧，你紧敲电话给伊，讲要甲伊分开。哎，你紧敲电话，妈，你莫这么着急啦。啊，子申无你讲的这么离谱啦。生的请一病，养的较大天，这道理，伊敢拢唔知影哈？茶粿子嘛爱拜树头，伊煞甘愿做一个忘阮袂记的人。妈，你妈那为难伊啦。 伊今天中午伊嘛就辛苦的，就算讲伊杜子申也是第一个，你嘛要第一条来去就是啊。只要子申需要我，不管伊要去倒位，我拢会陪伊去。妈，妈，就算你怕我，我嘛袂改变主意。我的婚礼同款等你坐大位。既然你家己选择这条路，那呢？ 将来你若是后悔时阵，你就莫倒来哭，我是袂同情你的。你婚礼哦，我是无可能去参加的啦。妈，你莫安尼啦。丹青，你予妈心领情节，既然今妈无法度予伊知影真相，就干那会当予伊误会。你莫艰苦，我先去安大妈的心情。迄丹青的个性你是上了解的。 伊会做这个决定，一定有伊的道理。咱就陪伫伊的身躯边，哪陪伊，哪冷静想办法，安尼好不好？ 心里是有代志，要等去处理。啊，你赶紧去无用。哈，你讲，爸的追踪器有啥位啊？你看，今麦爸就伫遮。
然后准备出发啦，行。子生，你较冷静诶。虽然讲杜光亮只解我因为开会，代志搁较信任你，啊，毋过我感觉伊还是无完全相信你，啊，若无伊嘛袂稳嘛甲爸创伫咧倒位啊。咱会当想一个声东击西诶计划，甲杜光亮引开，趁这个机会救爸。无安尼啦，我甲子生来去翕婚纱照。 然后子生甲杜光亮叫来，讲要做伙翕。你先想办法家己低调的，然后其他的人趁这个机会去救爸。子生，你放心，我甲凯宏一定会想办法甲爸救出来。啊，不过咱嘛袂当，敢那顾着去要救爸。若是杜光亮发现咱要救爸这个计划，伊起掠讲，直接要迪拜的性命你都害。你是讲一边救爸，一边乌克拉，互杜光亮跳，想办法甲定罪？ 但凊刚了无毋对啦，拍蛇就爱拍即出，买到即个好死，若无等伊犯过头来咬你，会搁较恐怖。即摆咱大家拢知影杜光亮的目的，伊就是要爱你提早啉甲所有的财产，所以伊的目标是我。那安尼一定爱我出面当作诱饵，伊才会上钩。编辑，伤过危险啊！伊四个人哦，为着目的不择手段，伊甲廖振兄弟钱都无咧袋念吗？ 啊，我对凯宏下手，你要一人单刀去哦，风险伤大，免进，绝对免进。那呢，就回照我的剧本，继续演落去啊。到时阵我一定会互伊一步一步踏入你咱的陷阱。伊若是对我动手，伊就是现行犯；，对咱直接甲伊铐起来，而且伊有前科，安尼一定会关到死，对咱一劳永逸。担心公亮无唔对。你讲什么啊？ 这个计划若是有任何差错，丹青是会无命的。No pain, no gain， 若是会当代替丹青，我一定会头一个跳入去。无人会当代替我，就安尼讲定。免进，一定有更较好的方法。子生，你莫袂记，丹青除了是你爱的人以外，伊对我，还佮吴妈来讲嘛是上要紧的人，是不得会这安尼做。 两个小看卖好无？子生，既然咱讲好要做伙面对，那你都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。因为咱讲好啊，咱要做伙一世人，敢毋是？你穿婚纱真正足好看。两届拍婚纱照，两届拢是假。 嘛，无亲人朋友的祝福，人别人结婚是欢欢喜喜，我煞是不安甲惊遐。歹势，两家穿婚纱，拢是因为我，啊，不过我煞无得，互你这身为幸福佮快乐。真正是我杜君仔的后生，礼服穿起来，实在是有够缘投飘飘。 阿姨，哪会来啊？伊是阮爸啊，迄婚纱照是重要代志，当然通知伊啊。那有新人伫咧翕婚纱照，是大家边啊看的，啊，毋是要结婚啊，收收起来，要去无做恁家己翕，我要上来走。等下，等下，哎，不要紧啦，要走何伊走？一定啊，伊嘛无偌济时间通摇摆啊，来，请恁嘉宾。 子生啊，你看，阿爸穿这件有好看吗？阿爸，头像赢啦！是安怎？是没困了？不要紧，来倒的，我先困一下。来来来，你倒，你倒，啊！ 两个姊妹啊，是想要倒位啊？杜光亮，你来伫遮，所以我坐伫开婚纱店，恁就跟踪我。你这死查某鬼啊，你心机真正有够重。我是想讲，恁哪有可能遐尔简单的，才是我是子孙的亲生爸爸这个事实，所以我叫宋林宏甲恁定调的。
你给我搞搞掉！不管啦，卖啥！林子健，你若是好好甲我回信嘞，我会帮你刷。对。好啊，今仔日就算我输，信嘞，安尼有满意无？趁我还袂改变主意进程。 你赶紧走！哎，恁两个啊，啊，唔赶紧对我来去看恁老大，安怎处理迄个死查某鬼啊？不管你想要对我安怎，只要我无法度洗洗做新娘啊，你都无法度摕到信托的钱，安尼你计划都有去啊，所以免想要跟我计较，我无咧跟你信道。 不用的，还袂落掉伊清水相信伊的银标，我还阁袂当下落去。你会当死心吗？免想要把你的手伸入去林家，因为我绝对袂让你吸到林家的一身骨去。阮子申伫咧林家做三十年的好主，并且还阁财产互你一半，所以宋丹青，你一定要死。因为只有安尼，阮子申才有法度摕到全部的财产。 宋万七，规地你即马阁有阵尾也未完成，上好交乖乖对我走。你都无必要我活命，我乖乖对你走，我都毋是瘾头个。你无想要做瘾头嘛，无法度，因为遮马步路通啊，互你行。该落的应该拢落着，即马就等你来送我。哦，你是要安怎？把我送落去山坎？ 啊！不过我若死啊，你会嫁话都有桥。放心，我袂甲你请落。啊！不过为着今仔你去找你外口袂讲话，所以我会甲你的脑孔划破，互你甲林千代迄个乌目送同款变做黑狗。安尼你就我都死过一道啊！你袂晓想。 袂到你竟然在录音，无怪你拄则会讲遐尔侪白目话，你也是为着要刺激我，搞吐话，然后录音去作证。对付你这么恶毒的人，我敢没有尊卑？涂光亮，为着要保护子孙，绝对亲手送你入去一家，让你乖到死。林三清。 担心，担心！你个担心才有死啊！啊，你唔惊，子孙怨叹你一世人啊！你即马差生有啥物路用？人即马已经死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担心还阁有喘气，真正足好诶。 先把丹青的尸体哦处理好好势啦，我看归去，把伊杀落去，安尼神不知鬼不觉。我会赶紧把丹青杀落去交予凯宏，凡世凯宏，还阁会付宋丹青去便宜急救。丹青，哎呀，你创啥啦？你为遮甲车落，时间一定向快。因为乌杰康。 大起来！是，是啊，这些无米，搁拄着轮话，安尼是要安怎才好？我看，我还是倒来去看卖，较保险嘛。等下，我下骹手人伫做代志，做丢厉害，轮袂甲你来干工。伊对你起什么？是想要挖一窟啊，先煞给我甲你代代。
即将洗白，你走了。